那时公司真的在低谷当中，差不多要倒不倒那一种啊。所以我的想法，之前要倒不倒的时候，应该是差不多在100-150这样子。今年的 after 新年，我们是大概是今年要去到400，不过前两个月不小心去到500。